亲爱主，亲爱上帝，我人感谢你，我人敬拜你，我人俯伏来用心用心灵真实来追求你，来祷告你，求主即时将心灵的运行运过伫我中间，互我每一人生命来个主的圣殿拢开得透白。主，我求你来检查我人的心，互我人心很愈来拍开的时，主啊，愈会稳定，很我人来显现。主，我求你即时接着耶稣基督的爱甲恩惠，伫我中间来祝福每一人的生命，互每一人伫你话语里，他着建造，他着帮助，他着造就。主，你祝福我以下时间，我来为高举，我为高举主耶稣基督，互耶稣的荣耀，他着显现出来。你的帮助徛伫伫我中间，我人祝福你的名，我人高举你的名，我人爱慕你的名，主耶稣，我人感谢主，愿天父你的恩惠伫我中间。听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Amen。Amen。Amen。未讲出来 ，Amen。你无讲出就是。Amen。看我未讲是啊，是不是？你未讲是啊，是不是？安尼，咱伫咱上帝面前，咱祈祷，咱就未讲是。你是会出的时候，伫灵界，伫咱生命，伫物质里面。已经产生了改变，这是咱相信。这本事是安尼发生，阿门，阿门。咱来看《创世纪》十二三摩尼记上第六章第十九节。三摩尼第六章第十九节，这边读起读到七章。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的话，也是要一句一句讲啊。啊，有可能我会放太大，讲啊上深听无，讲啊上浅，佫讲袂着意思哈。所以咱大概讲一遍，这边是讲到亚华因为不是麦人啊，不是麦就是一个所在啊。伊按头看上帝的约柜，约柜啊，第六章第十九十天啊，了上帝就睇着个人七十人。为圣经讲这边睇到七百空过十空七十人哈，因为这人看到上帝睇杀一人分之一人啊，伊人就真人决心，真人惊惊，伊人就跑，然后伊人就讲，然后我是圣洁的上帝，我人未徛伫伊面前，所以我人希望这个约柜，所以约柜啊是阿拉伯，马蒂我的中间，该散走去上帝的所在，所以人就激烈移民啊。只个年龄，这个企业，这个所在呢，和这个约会送到这边去。来，这个年龄的这个杰西，就是阿米拿达，伊就将伊个囡伊利亚撒分别为圣，分出来为圣啊，看守这个亚华的约会。安尼约会提起这个企业年龄真久，先讲有二十年的所一点先哈。那一些的人转间的心都归向上帝。安尼，扫尼就对以色列全家讲：，汝人若是每一心归向耶和华，汝人就应当将汝人外邦族的神推甲丢失去，卖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属伊。安尼，上帝就拯救人脱离汝人的敌情、鬼事、的人的手。安尼，以色列人就推掉巴力、阿斯卡洛这个外邦的神了。安尼，短短的侍奉耶和华，撒玛利亚又叫这人住一个所在，叫做米斯巴的所在啊。这米斯巴的所在呢，伊就祈祷夜水伫迄个耶和华的这个圣坛头前，伊人其实就金甲祈祷。安尼款，伊人就犯了，伊人得罪了耶和华上帝，伊人就求告耶和华上帝。安尼，回时人听到一些人住一个这米斯巴的所在时，伊人都要来吓这个以色列人，安尼看伊人搁较惊，搁较起来搁较惊。以色列人就叫撒摩尼讲：，汝茫点点无出声，为我呼求耶和华我的上帝，伊特地来拯救，来我的手啊，拯救，互我脱离以色列人的手。安尼撒摩尼就牵一只羊颈，这羊颈搁伫食泥个嘛，食泥个。了，要这个撒摩尼就将这只羊颈献给耶和华。安尼耶和华就听了撒摩尼祈祷，安尼要撒摩尼献祭，就真是非利士人来打，这个以色列人要来战争的时，迄日耶和华发出真啊大的雷声，
来攻击一些人啊，非洲人，可以可以乱个了，可以拍散，伊样就伫一些人面前就拍输了，安尼一些人就伫米斯巴这所在对干这个非洲人，太杀了，伫到北加的下边，安尼要这三方面就搬来一个石头，可以徛伫米斯巴个山的中间，可以叫做以变以泄。啊，意思呢？意思是讲伫到中间，要话嗰是放阵了啦。安尼，非洲人就唔敢搁再来欺负一些人，一些人就过着一个平安顺利的日子。然后我上帝比较近的只个是帮助咱的上帝，对咩？无论咱生命对个多艰难、多艰苦，然后我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因为帮助咱脱离一切受敌的手，就只是咱的受敌。咱的受敌有可能是天灾是病情，有可能是咱的经济问题，有可能是咱囝子囝孙的问题，有可能是红包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事业的问题，各种各种的问题，不是咱的敌人，而是咱个人之间的关系无好，这不是咱的问题，而是咱第大的敌人，不是咱的问题，咱第大的敌人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贼若是来，伊就是变怎，我都贼起来用着。哇，迄个六十岁的五金店头家，一来就啪啪啪参加一死，哦，过一即个开钱吼，迄个是开六千开几钱？迄个 KL 唔像，迄个安哥要开门做个做个医生呢，迄个贼起来。你請你你買好你人不是你人都來站在一起你看拆錢怎麼用這個拆的背後的他寫的是什麼呢這個拆背後寫的就是魔鬼撒旦因為人很殘暴很凶殘人的命都要被壓壓那就是要抬人呢因為背後的寫的是黑暗的寫的今天魔鬼撒旦來破壞人的生命破壞人的安寧人的健康咱的问题个了，当然健康的问题有可能有可能拢是无个个意啦哈。但是身体个咱话因为最顽固，人的身体特别歹，人的身体特别是自己被变崩。但是耶稣来就是拯救咱脱离这一切，所以耶稣来就是要来帮助咱脱离咱的问题。但是咱要脱离咱的问题，有人真是要出去找专家。你有经济问题，你找经济专家；你有婚姻的问题，你找婚姻的专家。这样做，叫做 counseling 啊，叫做 counseling。他不是 counseling 啊 ，counseling 是单独听你讲的问题给我听。哦，我跟你分析分析，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按照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伊跟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伊只不过跟你讲个个问题在这边啊。因为咩都未醫了，醫生就講話你咩事咧咧咧，你 try 嘛就要嘛 try 嘛，但是冇可能一定一百%嘅健康。但是咱生命交予咱主耶穌嘅手時，上帝講伊嚟看顧。但是耶穌按照來對你生命嚟看顧，咱知影耶穌嚟看顧，但是耶穌按照接近你生命嚟看顧呢？除非咧怎？除非你家有關係，除非你認識伊嘅應用。一家都一生命里面，当时咱看到这生命里面都有两种的人，一种人呢就是不是卖人，不是卖人呢，就是上帝伊约过要接伊人中，但是伊人卖，因为伊人偷看啦，然后我约过约过，然后我就害死伊人七十人，为甚物讲写五万七十人？无论是五万七十人，是人伊人就是一班人就害死个，所以才行遐伊人卖。凡是伊人结果无一生命，不是安尼款。咱为了亲近耶稣，咱为亲近上帝，但是呢，咱拄着难阻。咱今日来，我听过啊，一个人阿家婆啊，一个姑姑啊，伊来来新竹，新竹无几钱来弄车。伊讲我是耶稣无够啊，新竹还是弄车，伊买耶稣。我亲戚的老公啊，我老公过来了，要三个月。伊在新竹以后，我的三姊归新。不一年，我的大哥过世，哇！伊讲伊得死了，伊的阿公啊，是不是啊？
那是有时间，咱多加心做好，从今仔来教会哦。我哋爱接触着，哇，接触好，我认认我，我接触。但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是无论哈咪简单，哈咪问题，难看哩无好问题，都不是创过，这是叫做真正的信心，甲我无相对。因为人世间人世间啊，一切拢会过哩，但是上帝的国，上帝的旨，上帝的应允，一笔一画分别改变。所以，你可能别什么啦，伊拉唔敢来迎接上帝的约会，他们是上帝的约会呢？当摩西起山，不是圣洁山，起西奈山啊，马乌西奈啊，去到这西奈就上帝来多见面，40至40年地位，上帝就将天顶的奥秘、天顶的启示显现给摩西知。其中的一位摩西做了一个约会，这个约会是代表上帝施恩宝座、施恩宝座 ，His presence place, His dwelling place， 上帝徛的所在。这个约会像一个摄像头来看啊，咱家拍起来拢看，随讲叫得卖，我随一台手机做拢看。最近因为 NG 这个地方，这个像一个摄像头，那五 G 插牌啊，哦，这是更好。那有两只的这个叫做记录簿天线吗？两只天线，南面呢就是有两地板，这两地板就是啥物呢？摩西的山顶，上帝用一指头所写的十诫的石板这样。后来今仔日，到我信仰的点算是养家了，个毛毛面，这个就是阿伦的手环，那个 staff 啊，一张啊。伊动格，我动格会晓听。伊动格，发言个动格，动格会发言。代表上帝官兵，代表上帝竞选，十诫代表上帝话语，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关节会员，搁有一关的玛拿，玛拿阿达玛拿，不是的玛拿。玛拿的意思就是上帝伫天顶加了一种的食物啊，一种的食物啊。可以吃一餐白白，三个萝卜仔，当然我都有别汤的啊。啊，这叫玛拿，玛拿就是七八，伊是人40年的玛拿，一罐变化的，等到你吃了啊，阿妹你都忘记了，明白吗？我就早起还要吹新年，你代表每一只的供应商品，我哋供应是新的，商品做得贵，那些一罐特别一罐呢？是厉害，很熟呢。因为到到40年回来时，当然就到加对时，上帝讲我无可能加，无你这里玛拿啦，何如咩呢？何如土地？你家己栽，家己饲翻家己。所以上帝爱咱做工，不过唔止上帝，我做我做，佮你一百，是一百无事做，啊一百好不做啊拍麻将，上帝爱咱个款。无论你年纪安怎，都要知道，你每一日的生命，不是上帝给你的相处，都要好好来看你的生命。安尼讲，这个教会里面有一挂这个玛拿，阿弥陀佛有玛拿呢？玛拿代表上帝40年 ，never fail without fail， 80次来供应一些人的需要。所以上帝讲，你看这个教会是里面这个玛拿是一挂纪念挂底啦，是代表讲我过去。把一些人中间行到新疆、起诉40年以后无停止过，所以这个结果代表咩？代表上帝的供应，代表上帝的掌管，代表上帝的法律，代表上帝的同在。要规定多少人？代表上帝应要会显现在你百姓中间。要规定多少？上帝会做工多少？所以今天是约会的咯，约会就是上帝命令。今天约会是庄严，真正约会啊，第二个是庄严，那个约会不见了，去了那里，许多人哎，有喏，传讲啊，有人听讲啊，对这几路你知？你的亚述咧，会高等一点开。所以啊，那是一些人啊。因为你雕塑的重建啊，要起新殿啊，因为有夜鬼啊，无夜鬼未起。啊，那除了你夜鬼，你咪除了你约鬼呢？会杀到这里穆斯林的会高等，安尼杀到是
大戏要来了嘛，啊，大戏要来，我就讲了。所以你博士毕业时，伊人已经准备安尼做，但你平时安尼做，咱唔知啊。但是这约会已经是头一件所在，今仔这约会是倒一个，今仔约会就是代表上帝的掌权，代表上帝个。今仔约会无需要伫咱中间帮你教会，安尼一教会要帮到谁啊？当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时，伊伫咱中间出现了，伊就是约会。耶稣基督就是约会，耶稣基督中都有人趁着偷饭，鬼赶走，病趁着医治，人的心趁着偷饭。耶稣基督上帝荣耀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个，耶稣基督，哦，耶稣就定死个。死了三十几后，佫活起来，到轮到同在四十节，发现人超过五百人看，后来交代了天道的意思，叫人天地耶路撒冷莫离开，要祈祷顶头圣灵的降临，伊就去天后，伊去天后呢，约会到人，约会对天后，然后咱今日就学约会个咯，无约会啊，约会。高路来到呢，约会是最最，约会是圣灵，上帝的灵，圣灵，耶稣的灵，上帝的灵就是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圣父不是圣子，但是三位是一位上帝，这是圣经话的解释。不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但是圣父是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但是伊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上帝的奥秘。你别讲安怎是安尼讲，咱也是咱知道咱吼比神较厉害，对哦。然后人有灵魂体，对不？你干那干三位囡仔讲，妈咪吼，你知吼？咱人有灵魂，有肉体。有心灵加有灵魂，搁有搁意号论是吧？意号论啊，伊都讲清楚啊，就讲明，伊明白啊，伊明白哦。人有魂体，你知哦？你明白，你明白嘛对哦？三个囡仔明白哦。但是囡仔也是大汉，只是伊慢慢了解，伊有心灵是，伊来怎？哦，原来是安尼讲呢。安尼只是咱对天灵是咱就哦，原来有圣父、圣子、圣灵，哎。伊个是一位一位上帝，但是伊也是三位一体上帝。所以上帝将伊个位化作圣灵来到咱中间，圣灵来到咱中间的时呢，就是咱看到上帝掌权的表现啦。圣灵伫倒处边，上帝天天伫倒处边，圣灵伫倒处边，人的心偷望的处边，古早耶稣一个人嘞。伊若是伫加利利，伊就袂去耶路撒冷；伊伫耶路撒冷，伊就袂伫犹大。你知我讲咩？伊去一个所在，你袂走来走去，伊一个所在。但是圣灵来时，圣灵是充满世界、全世界每一个所在。就呼求上帝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就伫迄边做工。所以今仔日你要来迎接圣灵进到你的心内无？基督徒嘛，真侪事哦。咱信主了，我生命改变哦，外观改掉呀，外表落去呀，哦，我的关系甲外国关系唔清气呀，无必要来咯，超王无觉得咯，我无咩啦咯，特别哪礼拜呢？有迄几个月呀啊？后来怎样？哦，不来骂人，不是骂人，个礼人啊，不是骂衣服骂服输。真厉害吼！真啊，就是要信徒无明白啥物，咱信主了，上帝给咱信的是信物，迄个叫做诚意、诚意 （justification）， 诚意。但是你诚意了，不是一个义人了，对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义人，代表讲，你有上帝今日的信物，你会看你啊上帝个，你会明白天国。的福音，你会进到上帝的旨意里面。但是，你若是无来个第二步，迄个叫做成圣。成圣就是啥物呢？阿毛叫做 sanctification， 就是要成为圣洁。成为像耶稣的
样式，即耶稣的形象，就是改变这个耶稣的生命。但是，你要前期要来个成圣啊、成圣啊，是一个路途，伊无自然的改变，伊要安怎来改变？伊是每一日定死家己的老我，定死个肉体，顺服，顺服咩？顺服上帝话，顺服，顺服圣灵的启示。那咱要做啥物件先？那是你有圣灵的，你就找圣灵，圣灵诶诶，一声啊，唔通做，你再讲别好势啊。那是你，我是去讲去做，安怎？你犯罪啊？对啊，你犯罪啊？你安怎哩？你都未假圣啊？你未假圣，你安怎？如果来对你是古早的迄个老款啊，所以新只起初就未伫你身上发生，未。还是愈前期的生命，但是愈无成假性的生命。你欲假性的生命，愈就欲过一个顺服的生命。明白我命？所以愈的生命有自由无？有平安无？有喜乐无？有智慧无？有恩典无？是在乎愈顺服上帝哦。你若是顺服上帝，这个生命就来了。虽然你就在在无天做见证里边，哎，初初信主，我起来做见证，哇，主帮助我，主操办我，哎，难道过了无久，哎，佫再来挂病啊？佫是办了迄个排队，哈哈哈！啊，你说来看，因为佫跳到你古早的时候，所以佮所讲，拄啊，拄你该洗清气啦，安怎哩？咱这一块从外观啦，伊佫跳到结婚。所以，伊生命内面无上帝的道，所以话讲有可能伊清洁，伊生命无真正清洁，无真正是上帝的恩典。因为真正你真正是属于上帝的恩典，对生命迈过度的生活，虽然有阵时无法度你掉到垃圾，但是你讲解无主人啊，所以你未解，你来个主面前，你跪落，你趴到上帝面前，主啊，赦免我，我不能解做，我不能解做，所以。基督徒会犯罪哦，你犯罪，但是你犯罪了，你无想会继续犯罪，你就在想讲，我就要拉，我就要出来，所以拉就要征战，再征战，再征战，那要拍战的款，你讲那就到英国的所在，就是讲一些人脱离了埃及，但是你狂野老老老老久啊，四十年，有这片吗？有这片，就是这片，哪个人这片呢？约书亚加加勒 ，Caleb and Joshua。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这里呢，会为人相信。所以今天就是相信咯。你若是会相信呢，你就谈到自由、德性、喜乐、和平、巴掌、德性、应有声。因为这是耶稣基督里面应有的。但是你要去边去到那边时，所以咱前身了，你已经到前身时，你又过一步去啊，过错了，过错是了面，得荣耀，他的荣耀 ，glorification。上帝呼召咱做伊件事，不是讲咱家是巴索啊，我是讲明年家你头前巴索，你过伊叫，咱都过去听到了，安尼咱这时做咱过去第二个，有一个牧师跟我讲啊，哎呀，要么是咱新主啊，这新主这去电动啊，我咱做牧师人家会过，免牧羊啦，啊免过会啦，但是我想，安尼讲啊，咱无意思，安尼说。因为咱的生命就是主落去，咱就无只吃迄种经过考验、经过考验。你要再讲一个安好的关系好不好？不是看伊拍拖的点声，对无？是看伊那点声，看伊交伊过来点声。要拍拖的对位是啊，哇，一开枪门哦，一百英寸哦，哇 ，Lady First， 啊，哎呀，你我变了路，哎，你我坐落去。我做噶啦，我爱听啲歌咯。哎呀，你甚至嘅无，你讲我听，只能要听啲歌词。哇，介温柔，介甜蜜，甜蜜蜜。哇，真系唱歌好听，真教伊会啦咩？阿花，我注意啦，不嚟食，你讲快买水果好食无？哇，脾气暴躁，咩啦？无温柔，
看得出来的，这类是怎么样？啊，你讲我呢？你在发托的时间打我，讲我干啥呢？啊，我讲的高数，英雄高数，万众，怎么我怀疑了，我天！即系教育佢嗰阵，就我开始讲我咧，讲伊善事，讲伊感受，答我，唔得，所以就我讲我，答我讲到说，我唔是只系只系批我，真正嘅爱情是教育开始，我结婚了，第十一年。我未必还没是婚姻，婚姻爱情那是仪式，婚姻不是讲条件，这是爱，未使讲条件。所以我做那些，我当做那个，爱就是爱啦。婚姻就是我做了是，如果做不做啊 ？That's all right, that's okay。我因为上帝，我做不了。我因为上帝叫我安那态度，我安那态度，安那。无关的 romantic 感觉的啦，你回去啦，对不对？你讲出来就是道道是水，还不习惯。爱是很久忍耐，很贵气。爱是什么？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相信，相信上帝。等你去关心爱心，你关心付出的心，上帝会助你祝福，你甲你回应，甲你生。你关心牙齿、牙嘴、后背，直接得到是多赞，得贵气。所以你买到当我的丈夫改变，我来改变；当我的太太改变，我来改变。No， 唔对，你是圣徒，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改变，你先改变。有改变无改变，上帝要找伊算啥？未对。之前咱去听听到时，上帝要找伊算啥？但是你改变，你相信，你相信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你这样来做，上帝就会看顾你。所以你未贪荣耀。基督徒的生命要赚到营养，那是不是卖，不是卖了，伊人，哎呦，该艰苦呢，直直着苦，你直着欺负我，我免不顺服，着欺负着苦，不是卖了，就是要接上帝约伯来的讲，就是伊敢要骂我，问题，伊在偷骂上帝的约伯啊，伊还着用着办法啦，约伯未使看的，圣经有写了，如何有写了，约伯是上帝神圣的所在，圣洁的，所以你未使随便去偷骂。伊是讲，咱信徒，咱若是要圣灵之教，咱信内面是，咱未使随便带了一个污秽、垃圾的心态，甲生命来吹上帝，明白无？上帝在点，如那是神父有追回，如去擦光的点关怎？哦，你变巴结救对无？你超越大陆还是死啊？现在我唔知。因为天家对神父的追问的想，所以耶稣对讲的过于加强啦，那个对个上帝设计里面，所以你来个上帝面前时，你要用心灵甲诚实，安尼款，有用一个真正生命来个上帝时，上帝甲会接近你，上帝甲会讨办你，上帝甲会听你祈祷，所以这个约柜养神的这个，不是卖神，不是卖个么卖。因为咱无明白，伊拢无了解，所以你做基督徒，哎呀，都无讲真正开心，讲要做好了，要做好了，都无影诶。哦，安尼为咱往开心啦，伊若往离开教会啦，对，伊若为 ready 咩啦，为 instant 啦，为啥讲讲快手面啦，下落下是做啦，但是快手面有营养哦。伊若讲食快手面啦，白几年啊，所以这边就别白几年啦，无啊白几年好解无听。但是做起来，你见面都走去，你时间的点先啊，时间的点先，完全将你毒、你化学的排出去。你讲知无？我这边去食白面，这个病都病。我笑笑白面，其他地方做最强的，面放起来，皮皮筋掉掉掉过，喝了输了，就去时间排出来，时间的点。我用的是古的 CD 了，但是刚不用的，我看不起劲，还是英文教的啦，你看，白天做的。所以，上帝爱咱，讲咱新鲜，咱要改观的要新鲜的，咱咪讲，安尼 short 得来啊，好。所以，我一样将这个教会，上帝都上帝激烈言语这个所在，激烈言语都买哇，你那唔敢接，亚华的教会，我啷爱接？哎，我知讲这个教会是上帝最好的管道哎。是上帝祝福的根基的所在，
所以从这个约会角度来第七章接落去，伊咧亚的是，伊安都派一个祭司去见，为了伊亚撒，圣经讲伊分别为圣，伊将自己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来看守亚华的约会。安尼约会提你之类个，只能顾会了啥？如果你真敢讲，你啥物啊？ 20 years later， 几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哇！这个约会开始做工了。上帝在地在中间，这样一些人的心啊，开始啊，呼求耶和华，不再要苗求耶和华了，不再要心里是困的，才跟我讲到，不能困了。我讲到奶奶的不能困了，啊，为什么？咱心里困了，咱心里困来讲呢？哦，讲到上帝的话是啷读过？我看的其实哇，真心啊，哦，我那打波要看富波，哎，困了富波就来，哇，他就会惊。哦，这是鲁肃的阿弥，鲁阿弥，鲁的心都来了。所以亚华的大在另外一个，让心灵开始活起来，让心灵活起来是亚华的产物呀。我能回帖到亚华上帝，我能唔掉了，亚华归向亚华。三万年就讲你先知，三万年就讲 OK， 你归归向亚华啦，这下面该你会做的，做阿弥呢？你做咩物件？甲人手内无圣经哦，所以你唔知我讲，你来无输圣派都难啊！甲人对只下 LCD 咯，你来咩物件？拜文拢是 walking 拜文，你来了甲去自己补强，迄强是是对的。无输无的是，你甲己来补强，有没有？魔鬼来是，你话耶稣都怕人魔鬼呢？魔鬼来试探你啥？当然也得魔鬼呢。你用圣经话。三道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八章第三章，听，莫非多，都无上帝话，都唔派啊，都唔派，你辛苦，你今日礼拜只只嚟听就知道好教。中国的信徒唔捌一个人会背诗篇几十篇，背起来诗篇咯，其他只人捌一个人，咱去看下啲人，咱咪看，咱将咱目睭来看到怎，看东看西，看电视。对迄个啥物啊？意难忘，够做意难忘，够无啊？好，对起咱在，够做。哇！伊老外告诉我，我讲个了未？人想出来骗出来嘛？啊！我对只买来买去，我只从只以前买来买去，我防不了，怎？你不买来买去咧？你不找人来买咯？忘记事，忘记路啦，有样学样啊！所以，咱买咱靠先听我兄弟话的套讲啦，套讲啦。所以当亚华的荣耀天地以色列时啊，伊人心偷白了，伊人心归叫向上帝。但是三摩利公怎样？帮助你的偶像，变偶像啊，叫偶像，偶像啊，是吧？偶像啊，如果讲我见到的，偶像，我是做偶像，偶像不是按讲经的治疗的那个偶像。他们是偶像，这个圣经意思，偶像就是你的心内真了虚弱，真了输格的物件，输格是好难话啦，输格，真了输格的物件，真了假的物件，赢不了上帝。这个就是你的偶像，今天你爱的物件赢不了上帝哦，我爱输不爱上帝哦，我爱输不赢上帝哦。若爱健康，赢过上帝；若爱祝福，赢过爱上帝。我上帝的要紧，还是祝福的要紧？啊？哎，祝福的要紧，上帝的要紧？上帝。唔要哦。你的要紧，上帝的要紧？上帝。唔要哦。我这里来，健康的要紧，还是上帝的要紧？是啊，佮你咩事？我煮啊，牙齿好煮啊，伊滴，啊煮无伊滴。我煮啊，你无爱我，煮无听我滴咯。上帝好，你先干啦，我咱今日总会起起落落袂使话，艰苦啊，我欢喜啊，我你是无人知啊，我这世界不过啥物啊，暂时大俩，暂时大俩，都无需要，你干呢啊？哎，你咧想啊，这个世界是？
你离开这世界是你带走这世界，还是你会吗？会带走带钱吗？一块钱一毛钱啊，一毛钱啊，一毛钱你都拿不走啊，你还拿什么？你牙齿你清楚了，你牙齿你听清楚了，你牙齿你听咩？你牙齿你会命声咩？袂。所以人还讲啦，人讲啦，啥物？白咯，人食较少，人靠袂起啦，袂起，人有牙刷，只只是你看就较歪。人起个天顶就较歪啊，有牙刷人较歪，是无牙刷人较歪？有牙刷人较歪。所以你白起，人靠袂起，你白起，你没有牙刷。你是一个日本王子与公主的身份，你是 princess and prince， 你是上帝的子子啦，你是不是？你是王子和公主，所以你相信咯，你真正相信咯，你若真正相信，你是马上赚到头吧，你是马上无过过咧这个世界，你是马上爱上帝的荣耀，因为就是代表上帝的荣耀，人一生追求的啥物物件？那一心对其不过是这世界，那讲凡尘，阿弥啊，红尘树木嘛，这些是上帝，侬对其可能是加名吧，尊吧，侬对其呢，你来点，我古仔才学到我的啊，我不以前啊，我不打我，哇，我笑我笑的啊，哇，你哭的现在是没哭，我笑我都哭，我 carry 我安装安装。有在聊天，后来才聊天。个交谈的是我该爽下人家的，我都介意对人是，我该爽出口是我该爽下。啪！2009年卡金队，队友不单单了，不单单的，两个人队友不单单。别走了，我想做不单单了，但是无不走的用。所以啊，你对球对个在物件，后来就噗，无个了，噗，无个了。你对佢来说明，对佢上帝的荣耀，确实系上帝的荣耀。诗人啊，诗人啊，诗人啊，写诗人啊，伊个人方面，一生就能爱上帝的荣耀。一生对佢就是爱放的上帝啊。Just one thing，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你，一件事呢，我咧追求，就是赞扬你的荣美，就是要看上帝你的荣美，你的荣耀。真正靠着上帝的荣耀人，伊才讲看到上帝的真正的满足伊的心灵。当你心灵他的满足时，你就买这世界物件，你真正会即个自由、喜乐、和平、满足。如果他是上帝荣耀的生命，你别个这个真理会忘记咯。你明白这个 case， 那是你明白讲起你，你就开始就把上帝真正多了。上帝应该啥物事呢？啊，我讲 the weight of the glory of the Lord， 上帝应该是有重量的担，然后你 feel 到，你感受到，你经历到的，那是上帝应该。那如果上帝爱你，是上帝爱来啊，你是不是要怎样？哇！你今日都系爽了，上帝爱你个人成就，上帝安慰你个人成就，我就系讲上帝嘅安慰人心，上帝有能力了，这是上帝嘅荣耀。喺你前面听见，老实讲，咱做无离苦，咱贪食、贪穿、贪大、贪困，对唔对？那个爱虾米？咱叫啥物嘢？你是无满足的哦。你检查咩？上帝的荣耀。所以当年将上帝荣耀，就开始将人要做，将人脑上，脑上，将你脑上，对唔对？你见一个物件，对唔对？你想爱你见的个，唔是定掉你见的，卖关子，将你见的是的地位，放落你上帝下啦。你不要讲咩？你若是想看你健康上要紧，将你健康放落去卡啦。我敢爱上帝，要说第第二个呢，把自己来想，妈妈来想，我来解决。我叫上帝，要说，那是上帝要你讲你成就，接落来你看到咪？上帝是上帝拍倒你地基，拍赢你问题，解决你问题。上帝安怎来解决你问题？先将你问题放落
耶稣基督的下骹去坐，唔是坐伫个放伫耶稣基督的头前。明白这点无？你若是无明白这点，你就是你咩咪个啦？你都无找到上帝，你无爱上帝来代替这个问题。你是爱考虑问题，爱解决问题。你不是爱耶稣，你是爱上帝，你是爱祝福，爱祝福，爱祝福。但是祝福的主，更要紧的祝福。The giv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gifts。对啊，上帝是好礼物的人，但是伊是上帝，都爱看礼物。你买了几把套子啊？但是都是古早小弟，古早那是一大哥大套子查某。伊查某一看你是哇，伊就是看，哎，我有能力在追，哎呀，我有亲戚在追。哎呀，你三块花，你三块砖块，你就追，哎，你坐几多只停止，哎，那些大花砖干嘛的砖？哎，都无毛个好料车来踩我，啊！这大花会搞笑，大花说：“哎呦，你是爱我呀，爱我坐几年吗？”对，那古仔我看，古仔人拍拖啊，搭个车，不会靠查某厉害哦，伊查某钱，我有我安尼借我。打我打打打！哇呀，哇，这是真正爱情。虽然讲伊无法去应邀啦，无去带啦，不拉车，你查某你借我，借掉你。我看到生下子，哇，好了，不拉车，对查某。上帝不是不拉车的上帝，上帝是这个是哪应邀的上帝。其实你来到天堂，你看上帝是哇，我拉车的应邀。所以我现在外面那两个圣殿是，圣天殿就是，规天都在上面，他掉了那块上面，哇，我那哦，所以都得怕了。你来上面讲是，哇，我那现在双上帝一所在，我那点欢喜，上帝所在，哇，那开心的，上帝所在，我那点自由的。所以，阿弥陀佛，咱未使放下上帝应许，伫咱生命里头，都是放下先。我要跟你讲什么？你都发生的。你达到无开心，你达到未满足，你达到未喜。但是你满是生命改变，我要追求上帝的荣耀，我要追求上帝的同在，我要追求上帝的真理，我要追求上帝的爱跟稳定性。安尼看你生命都开始改变，真正的改变，这个改变都会真久的改变。然后我要安怎才能承受呢？安怎才能看到荣耀？不是跟他称义的呢？你为一日二十四点钟，加讲一日二十四点钟，一礼拜七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十年一百二十五日，好心你来上班，好心你了解你心情。因为不是天天所在，我日就上早了，比你们几十年的点心。二十年之久，夜未停在基列耶里，而以色列人的心开始准备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真神。所以你要让上帝点亮你生命的灯，不是单只人祈祷是啊，这个 dynamics 是让上帝，不然去教的是，哦，不然上帝无敌啦。让去义务，有 handphone 咯，有手机咯，有 handphone 咯，就叫 handphone， 有 handphone 咯。你喺嗰時安定還是卡咩？安定話了，你如果看住我陣時只開五分鐘嘅，我你做電話，我做電話，你電話上我可以用三個字喺度用咩？我電話有人開就是得嘅，佢冇電話，所以上帝教咱嘅同在，唔是十分鐘，唔是五分鐘半，甚至嚟講唔是五分，是二十四分鐘，一日。啊，七日一礼拜，啊，十几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十年一百二十个月，到咱自己咱就把照看，咱去等于是上帝就接给咱永远的荣耀之子来，对不对？咱来将上帝荣耀，各看咱都知道，因为上帝荣耀，更是真正把咱拍下，咱去修的，行过咱的问题，你相信无？你相信我，你相信咱是最难的，咱祈祷。